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茉莉。今天我们跟小黄人妞妞一起在魔力玩具学校玩什么呢？给你们看哦。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个是什么？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的小火车。这是一个组装的玩具，那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吧。有这个，一会儿是放在轨道上面的。那这个就是托马斯，然后这个就是，看看，这是一会儿要拼装的轨道。哇，轨道还蛮多的嘛。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把这些轨道我们就都装在一起吧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轨道还有托马斯拿出来以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轨道拼装一下啊。我们现在开始拼装一下，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看一看啊，这是一个圆儿，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，然后呢这个我们黄色放在这个地方吧。然后我们看看啊，这边我们对称一下吧，这个绿色和这个紫色的啊，我们对称一下。然后这个我们也对称一下，你们看啊，这个我们也对称一下。我们把这个黄色，这个黄色，好吧，放在这儿吧。然后，这个我们摆在这边吧。然后这个在这儿，这个在这儿，这样吧，颜色我们穿插一下，会不会更漂亮一些？完成，这个轨道呢已经完成了啊。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些植物，我们应该插在哪呢？我们插到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再插一朵小花放在这个地方。红花吧，然后这个呢我们要放到这边。然后好的，然后最后这个我们放在，哎呀啊，其实是不是这个，你看我把这个植物和这个植物都放在一侧了，是不是如果这个植物我们放在这边会更好一些呀？是不是？那我们换一下位置啊，我们换一下位置，这样会更漂亮一些，和这个蓝色。这样啊，这样会不会更好一些，是吧？完成。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呢放在托马斯的后边，托马斯小火车的后边。这是两节五号电池。我安上了。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个开关，应该是它一会儿打开以后可能会自己跑吧。我们把这个后边的货车跟前面的托马斯连接起来，连接上了。那我们的妞妞，我们在中间趴着吧，挺可爱的。那我们从哪开始呢？我们从妞妞旁边开始好不好？它是什么？它一会儿我们打开以后它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了啊。我们打开看一看了啊，开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不，它为什么只转这个圆圈呢？他为什么不往旁边走呢？我看看啊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又开始转圆圈了呢。
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么做呀？行，我们让托马斯休息一会儿啊。他这个好像没有问题吧？如果你们做的时候啊，你们可以再好好研究研究。是不是还不错？挺有意思吧？那我们今天托马斯和他的小朋友们成功。那刚才呢，我又看了一下这个轨道的部分。刚才我们的托马斯是不是一直转小的圆圈来的呀？是我的失误啊！你看一下，它可以手动调节。如果你这样，它就一直走这个小的圆圈；如果你这样，它就会一直走大的圆圈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自己调节哟。那我们呢，今天跟妞妞呢还有托马斯呢，我们玩的都很开心。那么也是妞妞呢，我们跟小朋友们说拜拜啦，小朋友们再见，拜拜。那最后啊，我们把这个托马斯打开，我们看一看怎样。妞，拜拜，拜拜。